踏入子时，亦即系夜晚十一点，黄大仙祠响起钟声，等咗成晚嘅善信急不及待争上头炷香。有人合上眼许愿，祈求来年顺境，事事顺利，同埋我同我啲家人咧身体健康。希望咧来年越嚟越好啦，啊指数越升越高啦，少啲争拗啊，世界和平啊咁咯，吓。唔好太多游行啊，或者系大家开心啲咯，总之就。黄大仙祠禁止善信带烧猪等大型贡品，有人就带咗风车，希望顺风顺水。佢嘅风车就零舍大。希望就大家都身体健康啦，尤其是而家流感咁高峰期啦，咁咁敏感嘅时候，咁希望大仙啦都系专系医人嘅，希望都医我哋香港嘅市民啦，咁个个都健健康康，流感就远离香港咁样咯，系啦。咁另外就希望就香港就和气气啦，系啦，咁就政府听多啲我哋市民嘅需要啦，谂啲我哋需要嘅嘢俾我哋啦，系啦。投注香常客黄孝伟，孝伟 B B 就悉心打扮迎羊年。这个羊毛呢是我的经理人一早呢就预备给我了，但我想想我这羊不是那么漂亮，所以我是特别加工的，就将这些斯里兰加的石呢刺了下去，所以你说漂亮不漂亮？有善信就选在夜晚十二点上头炷香。有善信相当心急，怀疑为了争个靓位上香，竟然互相批争。黄大仙祠在年三十晚会通宵开放，初一至十五就会延长开放至下午六点半，善信要留意了。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